我有一个特别纠结的事儿哈，最纠结的事是什么呢？其实我到现在越来越发现呢，中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构。这个说龙的传人，那龙的传人就是一个神话了。然后再仔细看中国的版图呢，难以说定它的这个历史是怎么开始。关渡美术馆在这一个档期，在不同的展览里面，最主要其实是专注在所谓的80年代。赵刚老师其实他也算在80年代末，然后到90年代中国的当代艺术发展里面，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位艺术家。我们在这一次的展览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赵刚老师的一个绘画，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程度，其实是对所谓的历史图像以及中国在这长久的一个历史发展里面一些相关主题的一个探索。在这个对于历史图像的一个重新描绘，凸显出来了80、90年代中国如何开始有越来越多的自由，或者一种个人状态的一个追求跟厘清。好，那我在想，其实这是赵刚的这一次的展览其实非常具有指标性的一个呈现。所谓的中国呢，历史用汉人来讲，就是一直汉人是被殖民，然后又被就推翻殖民，所以这个文化上中国的历史是一个是难以用一个种类的人种来总结这是历史。历史呢，它一定包含着一个民族的美学和哲学史。中国在这一点上，在某种上是非常落后的。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一直在困惑，我到底在哪个历史，在哪个文化上成长起来的？所以新冠系列是有感而发，正好我赶上了，在从台湾准备做这个展览，这关注展览的时候，那刚开始准备在做展览的时候，就回到中国以后，就发现这个新冠病毒已经变成一个常态化了，就完全有感而发，是冬天外边下着雪。然后这个突然觉得雪呢也是一个病毒啊，就那种反应。没想到这是不是人类末日，但是也不能不知道这一天过去以后第二天又发生了什么的那种一种也不是不安，就是很坦然的接受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了。 Monkey King这个画是好几年前画的，在美国做的展览画的，然后那经常往返于纽约，就考虑到这个文化和种族的问题，是吧？那中国人对这种人肤色是歧视性很强的，比如说我有满人血统，那他们也说满人呢就是一个野蛮民族，那野蛮民族到底长成什么样呢？所以我觉得就是以自画像的方式来嘲讽了一下中国的这个大文化对这个部落文化的一个形容，就是我形容了我自己。国母呢，是我认为呢，就中国有一句话说"男盗女娼"嘛。我觉得辛亥革命就是一个，在一个最混乱的时候，一些就是受西方影响最近的是受日本的西方影响的乌合之众，又变成了新贵，就最后形成了一个就是中国是一个男盗女娼的社会结构。其实我一直在代谢啊，就是肚子里的很多这个肠胃不好的东西呢，就是你只能通过拉肚子才把它拉出去。那你拉肚子的时候，你肯定想你到底这几十年吃了什么了。那我就像他在，当我这个过程排泄过程结束以后，我健康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想画什么。目前处在一种不健康状态。